战士轻松解决掉爆脸虫和异形后，扯断爆脸虫的一根残肢，在自己的面罩上做记号。而这个记号就是铁血异族的荣誉标记。躲在隔壁的女主两人看到这一幕，再结合墙上的壁画，两人终于明白，原来铁血战士到地球猎杀异形是他们铁血异族的成人仪式。只有成功猎杀到异形，才能证明他们有成人的能力。但如果异形数量太多，导致战士的成人仪式失败，战士就会引爆炸弹摧毁地球。 女主觉得，想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武器还给战士。异形很明显只会把他们当成猎物，而铁血战士有极高的智慧，如果老老实实把武器归还，很可能会达成合作。等到再次遇到铁血战士时，科研队只剩下女主一人，战士亮出武器准备干掉女主，吓得他急忙把武器推给战士。可就在这时，意外突然出现。 就这样，女主成功干掉一只异形，战士顺利装上武器后，还是准备干掉女主。可突然，几只异形从身后追来。不过来的正是时候，战士刚好试试武器的威力。这时被捆住的异形女王发出命令，将全部异形小弟召回。铁血战士想到异形数量这么多，最终还是接纳了女主。他扯掉异形的手指，将血液滴在异形头颅上。 发现头颅居然不会被强酸血液腐蚀，反而地面会被腐蚀，于是帮女主做了一个头颅盾牌和一把异形尾巴的长枪。接下来，他们要把异形们全部消灭。